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高雄的昆斯汽车，我是宜宪。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是我身后这一台2015年 3.5 代的 Camry， 它是 2.0 地油版的，然后它采用的是 HID 的大灯， LED 的日行灯， 3.5 代的重点是旁边这个类通风口，车况良好，全车都是原版件。它这一台的话是 iKey 的，摸一下是锁起来，然后这样子它就会打开。它的车身贴纸都在这边。再来，我们介绍内装的部分。它这台是电动椅，然后这边是电动腰靠的部分。这边有倒车的雷达和循迹防滑的开关。我们这一台车的里程数是68871，啊，整体车况来说的话都非常漂亮，气氛也很好。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音量的大小声的控制，还有频道的那个更换。这边是那频道的选择跟定音的部分，这边有它定速的部分。按了之后，它这边就会有显示。它这边是 iKey 的，这样有一个按钮是。然后我们这边是音响的主机，双区恒温的空调，它旁边就是这样，恒温的这个。然后我们这台车它有天窗。现在我们来介绍后座的空间，我本人是180公分。那后座的膝部空间的话，大概是一个拳头三个指头这样。那头顶的空间差不多一个拳头，整体来说也是很舒适的。我们后座也有冷气的出风口。再来，来到我们的引擎室，我们也都是原版件，可以看它的胶条有没有重新打磨过。嗯，我们的贴纸也都还在。嗯，我们的车子都有经过夜驶的认证，像这边都会有。那喜欢我们这部车的话，欢迎来到高雄的昆斯汽车赏车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